昨天呢，对他们热议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酒店呢，出来说我们名誉大受损失，大家觉得就奇怪，嗨，这都是人命案都出来了，你还在乎你的名誉那里，你还在乎你的生意？这里又说呢，这个女性呢，这是九派新闻说的了，教育厅回应是南昌某学院的学生，还未毕业。我昨天做了一个视频，我发现我这个视频受关注度比较高啊。他们说我嬉皮笑脸，说我不正经啊。我很惊讶，就是我觉得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是吧？看来这样不行，是吧？但这里似乎也说明其他还有一些问题，就是一群人在关注着这件事儿。大家都议论着是怎么死的，案发现场就是这个怎么个情形啊。我比较关心的就是他俩的背景啊，我觉得如果把他背景搞清楚了，就是两个人到底具体是谁啊，那为什么死了可能就八九不离十，就可以猜出来了。那么我上个视频为什么被有人称之为嬉皮笑脸呢？可能我提到了这么几个元素，你看学生，你看这又是一个元素，说他是学生。我下面说的东西都是官媒啊出来的消息啊，学生这又是一个信息，神奇吧？你现在不读书，你学生怕读书吗？和这个信息对应矛盾的就是要全球游。要全球旅游，巴厘岛似乎是第一站。巴厘岛啊，我们看另外一个新闻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为什么现在批判美国，因为拜登曾经在巴厘岛做过承诺。你看一个巴厘岛多重要，是吧？啊，结果不算数了啊，就是啊，学生全球旅游，顶级的旅游胜地，顶级的旅游宾馆。同事啊，他们又是同事啊，然后又什么又出版社，这些信息都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，放不到一起来的，可以放到一起来啊，什么玩币圈的，什么劳斯莱斯。币圈，玩币圈的是指的这个南方啊，劳斯莱斯，这个是不是个官媒透露的？我就记不太清楚了。这个信息好像不是官媒透露。前面的是啊，什么恋人关系啊，还采访了这个女孩的这个高中同学了。既然采访了这个女孩的高中同学，应该信息不很快就都披露出来吗？没有。然后就是说这个不要议论人家，给人家伤口上撒血，说的都挺对。但是大家要记住，有一个北京开跑车的有一个哥们儿啊，跑车里只能坐一个人嘛，他坐了两个人，结果那开跑车的哥们儿就死了嘛，在北大读书，人家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北大读书，死了。然后他爸爸第二天还正常上班，然后他的领导都奇怪，妈，这个家伙没人性。这个家伙以后可不能信任他了，这太没人性了。儿子死了还可以正常上班，跑题了。反正这些个信号呢，你看大使馆好像跟踪过两次这个信息。
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啊，就给人感觉很怪异。啊，媒体呢就都在批评说啊，你这个别吃人血馒头啊，等等吧，很怪异，我个人感觉很怪异。